然后找朋友玩，然后整天都是很虚空的一个人生，然后就看到爸爸妈妈在堆钱，然后没有人陪伴我，然后我就觉得活得很空虚，很寂寞。那我在三四年前就想要自杀，其实那段日子是很痛苦、很绝望的。然后慢慢渐渐长大，我到了国中，到了高中，我发现，哎，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，我就开始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，我就开始去打网咖，开始去打篮球，开始去抽烟，开始学喝酒，但是我不太会喝，我喝就会吐，所以幸好我会吐，所以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走错，然后我就开始逃家逃学，我发现哎，外面的世界好好玩哦，但是走到了。玩到了差不多高中高二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也没这么好玩了。对，然后我爸爸妈妈把我送到这里来，然后刚开始来到这里，我只是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宿舍。对，然后我在这边还是继续的翘课，我还是继续的去打网咖，然后继续的去玩。然后，但是我被发现之后，发现哎，这边的人的态度跟外面的世界的态度为什么不一样？老爸、老妈他们都包容我、接纳我，然后我在这里的家长都包容我、接纳我，在这里不一样，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。在外面你只要犯错，你就被开除，被学校开除。对，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只是需要有人陪我，一起生活，一起聊天。对，那我觉得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的生活。那很感谢有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好，我们唱第二首歌。我们唱我的地方。原本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，但是今天有一个感动，要我唱这首歌给大家听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。那美丽的黄昏夕阳，倾倒思念的村庄，微风吹散了眼眶，向着大地召唤，回家回家，放下今天的重担，那波台的蓝天海洋，隐藏对爱的渴望，感动在风中村庄。